演陈妍希跟大陆男星陈晓合作电视剧《神雕侠侣》结缘，而去年男方呢在法国包游艇用两克拉的钻戒求婚成功，现在呢预计7月19号在北京办婚礼，21号会在台北举行归宁宴。神雕侠侣姑姑陈妍希，孤儿陈晓，戏里戏外爱得浓烈，现在更传出两人即将闪婚，7月19将在北京举办婚礼，21号则在台北举行归宁宴。不管怎么样，以后你去哪里，孤儿就跟到哪里，孤儿死都不离开你了，好吗？我也不想离开你。陈妍希与陈晓因为合拍大陆电视剧《神雕侠侣》相识，戏拍完后两人分开1年，直到去年1月，陈晓到台北拍戏，抽空和陈妍希重聚，双方这一聊天竟然天雷勾动地火。过2个月就决定交往，之后两人除了被拍到共同出入饭店，就连今年过年陈晓也亲自到陈妍希家见父母，两人恋情进展神速，交往至今1年2个月就决定结婚。姑姑，你那么久没有见到过儿，你看你都瘦了。当然了，因为想你嘛。那你呢，一天想我几次啊？每天都有想你啊，每天最少200次。陈妍希与陈晓早在讨论婚期前就在台北与北京买了新房，方便婚后夫妻俩在两岸工作。陈妍希与陈晓这段跨越两岸的双城恋修成正果，也为演艺圈再添一桩喜事。 UDN TV 综合报道。